实我是想到中国的很多的城市，就比如说上海啊、深圳啊、北京、广州、福州。所以如果说今天给我来说，很想要去马上能够到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广州了。广州啊，肯定是广州啊，我个人很喜欢广州，因为我第一份工作其实就是在广州。中国每很多省都想去啊，因为很多地方还没去到，都想去参观，因为我喜欢文化历史嘛，就想去那些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方。广州在我是我邻居，我还没去的是都很想去。尤其是粤菜，粤菜里面我记得我本身超级喜欢吃的就是点心，虾饺啊、叉烧包啊，还有各式各样，我都觉得很不错好吃。在广州，我可以吃早餐的，特别是广州的早餐，我最喜欢的。广州当地的美食我都很喜欢，追寻了食物最原汁原味的那一份。海上丝绸之路呢，是600多年前郑和下西洋，一路经过新加坡啊，一路经过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再一路往上到非洲。海上丝绸之路可能在中国那时出来一下南洋嘛，马六甲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点。Hi, welcome to Singapore. Hello everybody and welcome to Singapore. Apa kabar? Selamat datang Malaysia. Selamat datang Malaka.Cina dengan Indonesia ini, semoga pariwisata kita akan lebih maju dan jaya jaya jaya. Selamat datang di Keraton Kasepuhan Cirebon. Halo, kami dari Cirebon. Selamat